救救！要不是我救你，你早死了。什么味儿？有吗？难道是我早上吃的茼蒿？茼蒿？什么意思啊你？我救了你，你不是应该先感谢我的吗？什么态度啊！我因为救你损失了海泳大赛的5000块奖金，还给你做人工呼吸，我的臭碗都没了。人工呼吸又不是碗，不都是嘴对嘴吗？有什么区别呀？你必须赔偿我的损失，还有这次比赛的奖金。你是在敲诈我吗？我救了你的命，你赔偿我的损失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？行。你要多少钱？我给你。因为救你，我损失了海泳大赛的5000块奖金，加上打捞费1000，人工呼吸费1000。这不是敲诈市场。我这是市场价，还没说完呢。还有，初吻损失费1000，你应该给我8000块。你的初吻才值1000块钱。真是后悔救你，拿钱来。我没现金啊。微信转账。坏了。那你给我打个欠条吧。等一下。你别想逃啊！我天天扛水桶练出来的麒麟臂，对付你这种嫩鸡绰绰有余。我给你写欠条可以，但是你得先给我找一套衣服，然后把你的手机给我，让我打个电话。可以啊，我家就是开杂货铺的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只要你肯出钱。欢美渔村第53届海泳比赛现在开始。抢回这面海泳旗的，就可以赢得5000块钱奖金。5000块！现在，请各位参赛选手准备。千羽怎么还不来呀？千羽，加油！各位村民，我们一起来倒计时：5、4、3、2、1。
再见。千羽拿不到冠军了，哎呀，好可惜呀。